看到这件事情就蛮很错愕，然后也很难过。那现在真的就希望他可以赶快的慢慢的康复，然后好起来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给他一些时间，然后尽量不要打扰到他跟他的家人。我觉得小智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，所以我想上天一定会保佑他的。看到这件事情就蛮很错愕，然后也很难过。那现在真的就希望他可以赶快的慢慢的康复，然后好起来。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给他一些时间，然后尽量不要打扰到他跟他的家人。我觉得小智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，所以我想上天一定会保佑他的。打电话给他家人吗？我没有打电话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也不太方便打扰，但都有在关心。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关注，智颖与家人们都无意再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。针对这次的意外事件，这会是最后一次公开与大家说明智颖的状况。他很抱歉，这是手术的内容，因为碍于私人的因素，没有办法跟大家公开。后续智颖呢也会需要一些时间进行休养跟复原。目前的状况他有逐渐好转，他目前的意识是清楚的，也能够进行简单的对话。接下来在长庚医疗团队的专业评估下将会进行手术。他很抱歉，这是手术的内容，因为碍于私人的因素，没有办法跟大家公开。后续智颖呢也会需要一些时间进行休养跟复原。这次的意外引起了媒体与社会大众的关注，智颖与家人们都无意再浪费更多的社会资源。针对这次的意外事件，这会是最后一次公开与大家说明智颖的状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快啊！